这第四章看着很短，但是内容相当的多，而且在我们的经历上的的确确是如此。上一章，是讲神的呼召，那个呼召主要的是借着那个大意象嘛，火烧荆棘。那当然，我们知道它的意义是极其的深邃，那就是神跟人的调和了。这是整本圣经它所内在的一个启示，但是那个对摩西来说还是一个客观的看见，还是一个意象嘛。那到了这一章就带进主观的经历，主观的经历回答了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摩西呀，回答说，他们若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并且说呢，耶和华并没有向我显现。你看，他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问了，这三个问题，那怎么办？你看，这是非常 fair 的。那这三个问题说他们若不信我，事实上呢，就是反映的是摩西就有这三个问题。那神要得着他们众人来信。那是这样，首先要得着摩西，所以这三个主观的经历是在谁身上呢？是在摩西这个蒙神呼召者的身上，是他所经历的。一旦他这三个问题有主观的经历了，那其他的百姓呢，那可能就有机会了，所以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蒙神所差遣的人。而不是仅是讲说一个道理啊，那这三个问题呢，实际上就对着下面我们再看啊，这三个神迹，那这三个神迹啊，一个是蛇，关于蛇哈，这个杖实际上是蛇，一个是大麻风，这是关于我们的所事，再一个，那就是。在这个水变雪，是指哈，这个水就是尼罗河的水，是埃及人所最引为傲的。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祝福的源头，他们所享受的也是这个水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预表的世界这一面，埃及预表的世界享受的这一面。那这一面它的本质呢，实际上是雪，是雪。让人看见血了，实际上预表的就是那个死亡啊，死亡显出来的就是那个血呀。所以这三个面，一个蒙召者他主观的经历就是如何对付蛇，如何看啊认识自己，然后呢就是对于世界。那摩西是经过这样的经历，那保罗呢也是有这样的经历。可以说这两个是旧约、新约，是所以是神仆人的代表吧。旧约里可以说最重用的就是摩西，新约就是保罗嘛。摩西在三个面上，我们一会儿呢稍微细一点看他的三面的经历。那保罗呢，在最后稍微一提，的的确确是一样的经历的。那对于杖这一面，就是蛇，他。第几节哈？第二节他是说呢，你手里的是什么？是杖。摩西的认识他是杖，但事实上呢，他是蛇。但摩西呢，在此之前并不认识嘛，跟我们一样嘛。那耶和华说，把杖丢在地上。那丢在地上呢，他的内在的东西就显明出来了，原来是他是一条蛇。那摩西呢，就吓得跑开了。但是呢。这并不停在这里，神对付这个杖、这个蛇呢，是让他再回来啊，伸出手来拿住蛇的尾巴。那我也查了一下，那抓那个蛇呀，不要抓它的尾巴。那他们的不同的说法，那反正是不要抓尾巴，抓尾巴可能把蛇呢给弄坏了。那在这里神说的就很清楚，抓住蛇的尾巴，就是与世人的做法的确是不同的。那一抓住呢，它又变成了杖。
所以这里边呢就有很深的经历了。那这一面呢，第五节他就说呀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这第一个神迹就叫信耶和华，就叫他们信啊耶和华，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向你显现了。他问的三个问题嘛，这个是向你显现这个问题，就对应的这第一个神迹，嗯，那。主观的，让人看出来你经历了，你经历了如何对付蛇，那显出来的就是什么？显出来就是神呐、啊，基督就向谁显现？这三个面呢，是与三一神也正好是对立的。这个蛇，那就是撒旦了，他是与子啊，与基督是相对的。那第二个，他就是。就大麻风嘛，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肉体啊，那是与圣灵啊，肉体与灵是对立的。那第三个，那世界与父是对立的，那就讲到父的事情。所以这是与神圣的三一完全对立的，这个邪恶的三一。那我们怎么去对付他，让基督显明出来呢？他这里边这几个细节啊，其实是蛮重要的。一个呢，他就是把这个杖呢。丢在地上，丢在地上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就是跑开了，你看这个动作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他又把它拿起来，拿住尾巴，又重新拿起来。这三个主要的动作，这三个主要的动作呢，可以说都是摩西的经历，都是成为他主观的经历了。那个杖所预表的就是任何东西，但是就是我们所依靠的神以外的东西。那任何东西啊，当然其实最明显的是我们的能力啊，我们的教育啊，我们的工作啊，甚至是有的人靠人呐、啊，这个亲戚朋友啊，这 whatever，凡是我们所依靠的神以外的东西，实际上都是这个杖所预表的。摩西这么多大年纪，他80岁了。这个时候，我相信他手中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杖了。哎，那这个杖，他怎么样能够显明他是那个蛇呢？是怎样很重要的是借着丢。我们所依靠的东西，你最不愿意丢的，比如那个工作呀，哈。有几个人没有经历的时候啊，觉得要被裁员了，有不紧张的。市场真裁掉以后呢，发现你还能活呀，其实并不是想象的这么可怕呀。然后才发现呢，原来那个工作是把我们霸占的，可能啊，连正常的生活都没有了。市场呢，它是一条蛇，它隐藏在我们所依靠的东西里边。那个工作本身不是蛇。但是他因为我们依靠他，不知不觉的依靠他，蛇就借着机会就隐藏在里边来霸占我们。我们依靠什么神以外的那个东西，一定成为我们的霸占。但是呢，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，能够把它丢在地上，能够把它放下，哎，立刻就显出来了，原来他。它不是我所想象的，是甚至是完全相反的。它是一条蛇，嗯，然后呢就跑开啊。摩西呢，40岁的时候，他依靠的就是他的教育，因为圣经特别讲，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，他是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，那个东西就是他的师，他的那个杖。但是神。借的环境就是被动的，让他把这个杖丢下。他后边第二个40年呢，就是他跑开了。他是害怕逃跑的呀。他这一跑开，神在他身上就有机会，因为他不被这个蛇霸占了其实我想一想，我开始对神的主观的经历转折的时候，其实就是911那一年，其实。那时候我是被 lay off 没有工作，反而那一年还真的有点跑开的味道。
那生活也过来了，但是神却是得到了地位了。然后呢，他第二个40年以后呢，就是现代，他又回来。你想象一下，神让他再回去，回到以色列人那边，并且是见法老。你看他回去是什么样子，带着他妻子两个孩子，骑着驴子啊，非常卑微的。你想想，你想想要去埃及啊，就相当于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，一个偏远的地方来美国，而且要去华盛顿去见总统啊，你骑着个驴子去见总统啊，他没有任何，他哪有那勇气嘛？是不是？但人家看了你这是什么呀？但是呢，他竟然就来了，这个显明的是什么？真的就是显明神呢，显明的不是我这个人，是有一个远远超过我这个摩西所能的。一个人位在这里啊，所以他这个事情呢，神就是说，你得把它拿起来，这样他们就信这个耶和华向你显现了。显然，这个人要么就是疯了，对不对啊？要么就是真他身上有一个权柄。所以这个呢，是的的确确是他自己，神把他剁进去了，是他主观的经历。这是神借着这个神迹呢，把他呢。就是显明出来了啊！我已经预备你是这样的，你只是以前不明白，现在你知道，我是向你显现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对摩西来说，它就过去了。哎，然后这个杖呢，从此呢，他拿在他的手中啊，就不是摩西原来那个天然的杖了。你要看圣经的描述，这个杖是不得了的事情。神对我们呢，他不是说让我们不去接受教育啊，不去工作呀，不去好好持家呀，其实这都不是神的意思。神乃是让我们放下，经过这个过程，并且呢，再把它重新拿起来。重新拿起来呢，是拿着蛇的尾巴嘛，所以呢，它还是成为这个杖，因为原来的时候呢，是被他霸占，现在呢，我们拿起来呢，是为了神，是向着神。那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学习、整个家庭这些呢，都不再是像原来一样，为了我们自己的时候一定是被他霸占，现在呢是为了神，为了神的时候这个杖可是不得了。你看第17节啊，他就叫他叫拿这杖嘛，你看的是啊，来行神迹啊。以前的时候只是被霸占，今天呢拿着这一个工作，拿着这个生活。能够让人看出来神在我们身上有显现呢，行神迹啊，你到了第20节呢，你看他就说，干脆这个杖就换了一个名字，摩西手里拿着不是摩西的杖，是谁的杖？神的杖，这就成了神的杖了，再拿起来，我们的工作就成了神的，成了神的了，你看啊。我们的家庭啊，我们的教育啊，都成了神的了。那这个仗，那可是有能力啊。后边那几章，你看在大冲突的时候，通通就是借着这个仗所显出来的。那几个后边那几个，你比如大的更是如此，向着天去伸杖，啊，天上就有冰雹，那个闪光，那个电闪雷鸣啊，就到地上，向着天可以伸杖，向着地也可以伸杖啊。哎，地上的尘土，你看就变了，变成苍蝇，变成虱子。那也向着水也伸杖啊，向着海伸杖，那海你看就给劈开了，都是借这个杖，这个杖就在我们的手中成为神的杖，显出来的那是神呐、啊。说真是耶和华向我们显明，他不是说是仅仅讲一个道理，一个主观经历啊，就是，读书的时候，我们的你在生活经历中真是如此，你把它放下的时候，你真的就显出神的那个超越来了。我们越是盯着那个问题，为了我们自己，哎呀，这个事情一定不能够放啊，一定怎样怎样怎样啊，
多数的人请假的时候都是，哎呀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实验做好了，我把问题弄好了，我再跟老板请假。这边请假从来不是这样的呢，是因为耶和华希伯来的神遇见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就敢向法老说，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啊。但是我们呢，为了自己的时候呢，就是，哎呀，我把事情做好了，我再跟老板谈，从很少有事情做好，那个时候。去训练呢，去什么都是一个原则。哎，我们乃是把它放下，放下再拿起来，这个就是神的杖，显出来的就是神那个超越。那第二个面就是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过就是肉体。他把手放到怀里，怀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深处嘛，从来放进去拿出来。都不会有问题的，但是你看，今次它就显明出来了，原来是大麻风，原来是罪，原来是背叛，我们里边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这一面也是真的是主观经历啊。一开始都是像摩西一样，但是经过第二个40年以后啊，认识自己是无能了。但是到现在呢，不仅是啊自己不能啊，而且认识自己完全就是罪啊，就是罪构成的，所以对自己就没有了任何的信心了。那神呢，并不同样并不把我们呢就停在这里，因为神要得着我们呢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器皿呢。所以神的拯救啊，在这里边就已经是隐含了基督的拯救在这里。那他让我们呢，再放在怀里，出来的时候呢，就复原了。这个说明我们这个人呢，这个琐事啊，基督要来顶替，基督要来完全构成我们一个这个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往常常啊，就是在主的话中啊，常常的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，哎，我们常常说我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事，那是一面，哎，常常的我们这个手就是要做事的嘛，我们这个手呢，常常的在做完事以后啊，哎呀，带进来的不一定是建造，带进来的呢，常常就是。那种麻风啊，带进来的是一种背叛，这种拆毁，对，试着就意识到，不是我们仅仅没有能力啊，是正好我这个手出来就是沾染的了。所以在这一面好像就是把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是彻彻底底不敢看自己的。但是借着神的话呢？神他是要来复原我们，是要来完全恢复我们的。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你也看呢，它是水变成血。第三个呢，它并没有去恢复它。前面两个都是恢复的，前面两个，那当然这与神呼召我们直接有关系。一面我们这个人呢，要成为神的彰显。另外呢，要成为神的代表，所以神一定要做成这个。但是对世界呢，第三面就是讲的这个世界，这个享受。神并没有去恢复这个世界，乃是旧天旧地都会过去嘛，他来一个新天新地，这是很特别的哈。那这三个面呢？都是借着主的话，它一个共同的特点呢，都是不是人能想出来的，都是有主的话在这里，并且人呢去顺从了主的话，这三面呢就有了主观的认识，有主观的经历。那对摩西来说，他的40年，他对埃及还能有什么想法吗？其实是没有了。他以为这个时候是80岁了嘛？
你照着他自己的那个看见，自己的那个诗，80岁就已经是了了。他对埃及完全已经断掉了，事实上是。所以说，这个世界就跟保罗一样，这三面呢都是对付过了，一个主观的经历了。保罗对世界呢，他是向着世界是死的，世界向着他呢也是死的，对吧？那对撒旦这一面呢，保罗也清楚地讲，我们不是不知道撒旦的这个strategies 这个诡计啊。那保罗对自己的评价呢，也是那样，在我肉体里边，这罗马书第7章啊，没有善那这就是这个主观的这些主观的经历啊。那刚才说蛇杖变蛇，那这个事情呢，是摩西问的这个其中一个问题，就是显现的问题。那你要看第二个呢，它是与哪个对应呢？其实第二个就是肉体这个事情呢，它是欲不听我的话，他们若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。你看第几节哈？第八节，他讲完这个肉体这个事情以后呢？第八节，他就说，倘若他们不信你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，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。啊，倘若他们不信你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。你仔细读这个话，你看他这个是与哪个有关系啊？这第二个神迹与哪个有关系啊？再看第9节，与是不是与第一个有关？就是这个摩西说：“他们若不信我，然后他说：他们若不信你，也不信头一个神。你再看第三个哈，我们首先嗯。确定呢，他问了三个问题呢，这个显现的这个事情，从圣经里看呢，你看他第几节啊？他这个。第5节。第5节，那第一个就是蛇的这一个事情呢，是与神的显现这有关系，回答这一个是吧？然后再看第9节呢，第8节、第9节连起来看，第9节呢，他们说是他们若这两个神迹都不信，也不听你的话，是吧？第三个呢，就是对付这个话的问题，不听你的话，对吧？那这样说明呢，就是第二个是几行是欲不信我直接有关系，对吧？是的。对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，能够在人前显出来你是神所差遣的，一个最大的特点呢，是这行不是我们的能力多大，我们常常看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不是神所差遣的，我们一看他，哎呀，会不会做事啊，说话有没有能力啊？这个那个就是看这些面，但是从这边看呢，我们正好看反，对不对啊？实际上，从神差遣的人呢，他那个特点，他是主观的经历认识，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大肉体，就是一个罪，就是大麻风，所以根本不敢看自己，更不用看自己说是好的坏的，敢退不敢看自己。这是一个蒙神差遣的一个人的特点，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是肉体，所以在一切的事上呢，那跟肉体相对应的就是那灵啊，对吧？所以他信靠的呢，在经历上就是靠的那灵。有的时候啊，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哎呀会不会说话的问题，乃是他信靠的是什么？他信靠的如果是自己，那就是个大肉体。他信靠的不是肉体，他乃是完全操练灵，信靠的就是灵，依靠的是灵，出来的也是灵。那这一个人呢，可以说你能感觉，哎，这个人是神所差遣，是百姓
就知道这是他们洪水灾前。那第三个呢？那水变成雪，那这个是把世界的本质，我们所享受的这个东西，它那个本质显明出来。多数的人呢，说是我不需要福音了，我现在在忙啊啊。事实上呢，他们所享受的，他不需要，就是他有别的要享受吗？他没有看见他的本质乃是死亡，乃是血。那这个需要什么？这个就需要你的话，对吧？那个话呢，不是说这个道理讲的呀多么符合逻辑，话最重要的，从这边看，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呢，他那个话能够把背后的那个本质给他显明出来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就需要有这个对世界的中观的经历嘛。那我们如果是一个爱世界的人，我们怎么说也是人一听，人一不会看见光的嘛。我们像保罗，他对世界是死的，世界对我们是死的，对世界是死的，也就是说，他对世界没有盼望了，他的目标，他的一切的前途，通通不在这里，完全。不在神以外啊，对世界是死的，世界对他也是死的，世界就说弃绝了他了。亲戚朋友看他都是觉得，原来觉得你还挺不错的，还很有前途，很有盼望。现在怎么看的是这个样子？对我们是甚至是不正眼看，despise。世界对我们是死的。那有这样的主观的经历，你看摩西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？连他岳父。也没给他只羊啊 是不是啊？世界，他向着世界是死的，世界向着他也是死的呀。谁还看着他有盼望？谁看着他有前途啊？那这个人呢？他的话出来是带着穿透力的，让人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。那这三面呢，都是我们啊，都是在经历啊，所以把一个蒙神呼召的人这三个特点呢，主观的这个特点呢，与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相反的，完全对撒旦，对自己就是肉体，还有对世界，这很值得去好好的去体味。我们在教会生活中。我们常常的很，有时候出现一些问题啊，彼此配搭的一些问题啊，都是这三个面，没有对付好，对，因为这三个面代表的就是邪恶的三义，与神圣的三义完全的相对，那就是我们里边还是留了地位呢，那里边就会出问题，对，好，那这个是这一面。那下边呢，还有一个大的，一大块，大块主要是讲两个点，一个蒙召者的这个男帮手，以及女帮手这两个面，男帮手、女帮手，他实际上是摸着了侍奉神的两个面呢。一个呢，这是都是主观经历，事实上，一个就是配搭，这个男帮手他这预表的主要就是配搭，那个女帮手。预表的就是什么？是指行这个生活的服饰的过程中，需要一直我们是被切割，因为这个过程中啊，你看到摩西到现在呢，他对神的认识啊，上一章的时候已经神向他启示自己是耶和华，并且启示神的旨意，就这两个大面了，整个圣经对不对啊？讲的，神自己显出来就是基督。他的旨意就是得着召会，所以基督与召会，这是讲从预表上上一章都已经启示出来。那他是一个非常可以说在世上宇宙间最认识神的一个人。但是这样的人呢，是更需要常常被切割呀。所以他女帮手是绝对不能少的。哎，那像保罗，他也是因为启示之大，就有一根刺在那，那根刺就是他的切割。就是让他一直不至于啊，因为骄傲而被恶者所毁坏那稍微进去看一点，男帮手的这个事情，
怎么样去预表的配搭，以及这很特别的这种神给他预备的这个配搭。那这个摩西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说什么？我向来是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呢，还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那这句话呢，是说的是事实。摩西的确现在是处在这种状态，拙口笨舌，至少他自己呢，他不一定真的是拙口笨舌。但是呢，他自己看自己就是这样，而且呢，他说是你向来不是，你现在对我说了话以后呢，我还不是。其实这个就把我们这个人呢，就是说我一刻我不能够离开你，你告诉我说了个话也还不行。在前面神说是我与你同在，我需要的就是同在啊，哎。那耶和华就对他说：“谁使人有口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眼明眼瞎？啊，目明眼瞎，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”然后下边就讲了，那我赐你口才，这个是非常逻辑上是非常对的，这叫你所当说的话。然后摩西呢，这个时候又说：“主啊。”你愿意差遣谁就差遣谁吧，这句话呢就是很值得去体味。你说这个时候是一个是摩西，然后第14节一起看，耶和华向摩西发怒。你说这个时候是摩西就真的是不愿意去干了呢？耶和华向他发怒呢，还是他真的就看见自己？是不行的，所以呢，你去找一个你能差遣的，大家觉得是哪一个？可能他不想干了。他不想干了，对，这种可能性很大。另外一种可能性有没有呢？但如果他还是这样的话，那就相当于不相信是神使人有口才。他对自己的盼望已经绝哎，望了，对，他对自己已经。对你这么想一想，就好像摩西就好像本身就有矛盾，是不是啊？是讲摩西也没有矛盾，哎，对。那神的发怒呢，也不是真发怒。你要看《生命读经》呢，我是觉得非常阿门。那个《生命读经》这几篇呢，好几篇呢，非常的好，有时间一定去看一看，带进很多的不仅是启示，很多的经历方面。那这两句连起来看呢，还不容易看。其实看到下边神做的事情呢，神事实上呢把口才事实上放在他们两个里边呢，他竟然真的给他预备了一个亚伦呐。从神下边所喜悦做的事情，你就知道这个事情神预备亚伦，不是因为摩西好像。摩西不干了，所以神呢不得不了。哎呀，这个我才预备了一个亚伦，是讲神早就预备了。但是呢，只等到谁呀、啊？只等到摩西去真实去要，神才给他。你看了吗？那这个，因为摩西，你否则的话，你看了摩西呢，神跟他讲了那么多。摩西自己是不是矛盾呢？他好像是不信神一样，其实他是信的。哎，那神呢向摩西发怒，那我相信这个发怒呢，我相信这个是一种很喜悦的发怒啊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哈，就是你终于向我要了，就是，你知道神等到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是明显的看出来摩西真真实实的。他没有一点点装假呀，说我还有一点盼望啊，神要赐我口才，所以我就可以去干了。他还是觉得不行。哎，原文呢，赐你口才是什么？是与你的口同在啊。他还是视自己是，他真的是有主观的经历了，是不行的。
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所为他预备的配搭就出来，因为这是，因为这个是预表，预表呼召他是想成为建造者啊，为了建造的身体成就神的旨意嘛，所以必须有配搭，这是一个要命的事情。到最后呢，这两件事情之一，男帮手自己把它摆在这里，那他兴起了这个配搭呢，第一你就看。不是神硬派给他的，甚至是一个真实配搭的人，他是什么？他是认识自己，不敢不需要配搭，不敢自己去做什么，这是他的 initiation 呢、啊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我们也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感觉啊。你的配搭，你确实需要有配搭。如果哪一天你的配搭不在，你心里有没有发慌啊？不是你这个事情你不会干呢，但是你害怕呀，你害怕的是什么？害怕的我可能是失去了这个身体的原则，不站在身体的地位上，有更可怕的给了撒旦的那个地位啊，不在于我能不能干呢，那在于我是不是在身体的那个实际里啊，所以你就知道。这个，我们首先去意识到，我需要配搭，不是神不给我口才，那是我需要配搭。那第二呢？你看这个配搭也很有意思啊。这个配搭呢，你说找一个比你年轻的给你配搭，这个是最容易的。同代啊，就不容易。哎，那是比你更年长的，那更不容易。对不对啊？要与你配搭呀，结果找了个最难的，对不对啊？还不仅是比他年长的，而且就他自己家里的哥哥，那这个是难上加难。你自己家的人给你配搭，那个难上加难。你夫妇两个一起祷告，你就试一试看看。你跟别人容易祷告，相对你夫妇两个祷告，那可真不容易。哎。所以呢，这个配搭呢，神给我们预备的配搭呀，还不是我们所拣选的那些盼望的。很多的时候啊，就是在身边，就是让你觉得无法配搭的，最不愿意配搭的，神给我们预备的，这就是，那的确，你看他这个哥哥好配搭嘛，他这个哥哥，general 来说还行，但是等他，你看后边跟米利安不一起就背叛了。想想，难道神直接的你说话吗？你看不是我在说话吗？是吧？那神说得很清楚，我也赐你和他口才。第15节，也就是说，神那个原文是我也与你和他的口同在啊。所以人家亚伦说的这个话并不是假话呀。难道直接的你说话吗？不也是与我的口同在吗？人家说的也是事实啊，但他那个存心动机已经完了吗？是吧？所以这个配搭并不容易啊，给他这个配搭也是带进问题来的，哎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记得摩西他是怎么处理的？他一句话都没讲。圣经里甚至说是他是最谦卑的那个人呢，比众人更谦和呀。那是神亲自说话了，解决那个问题。你看这摩西这个人真的是认识配搭呀，即使配搭不愉快怎么样啊，也轮不到我们说话呀。我们常常的就批评，对不对啊？批评我们的与我们配搭的人，甚至还不当面批评。那个就更给恶者有地位了，那这些都是很要命的，这些上来就摆出来的，就配搭，那第三面呢？这个配搭呢？你看，他是很有意思啊，神赐他们两个都有口才，但是说话的时候呢，基本上。是亚伦在说的，无论是向法老还是向百姓，摩西并不是没有口才啊，神亲自跟他说，一模一样的。
是吧？那他有没有顶替他？其实摩西可以顶替亚伦的，但是摩西没有顶替他。这个在我们配搭中呢，也是很要命的一个事情。不是因为啊，我会干你那个你的那摊子，所以呢，我就顶替你的那一份，那个就不是配搭了，那个我们就缺了配搭了，我们就又成了单独的人了。我们以前的时候，我们一般的认识都是，哎呀，他有他的那份，我有我的那一份，这个是对的，但是。并不是说呢，一个方起来的人呢，并不是说他只会那一份，是指哈，我们应该是四活物啊，我们是哪一份都应该会呀、啊。你看李弟兄，他就这么成全人呢、啊，就是从哪一样你都得经过，你这样你才能够是方起来的人嘛。因为我们哪一样都会，但并不等于我们呢，就因着我们会而顶替人家的，尤其是有我们配搭的，那你看。再加上第16节，他要做你的口，你要做他的神呐、啊。好像是你不仅是有他的那一份，你还多于他的那一份，是吧？那启示啊，那个行动啊，如何往前呢、啊？都是从摩西出来的，神界的摩西出来的嘛。那你比他更高，但是更高也需要他这一份。这就是配搭呀，其实阿门。啊，阿门。所以至少这三个面，你看看，配搭是我们自己需要看见，我们需要配搭，不是神没有赐给我们，那是我们需要配搭。哎，神喜悦这个配搭。第二面呢，那事实上配搭并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也不是我们所拣选的那个配搭的，很多时候都是最不可能、你最不愿意配搭的，那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。那第三面呢，就是绝对不能顶替，不能因为我没有就顶替。那至少是从这看起，其实还有更多。那后边第二面，最后这一面就是女帮手这个地方呢，读起来是指哈，要没有启示啊，是很不容易读的，很怪，对吧？一切都好好的，摩西呢，那外边也有啊，当然里面有神的说话。外边也有环境的印证，他的岳父也让他平平安安的去啊，而且寻索他性命的人呢，法老呢，那个法老也死掉了，新的法老上来了。你看外边环境也有，那是很好嘛，然后他就骑着驴去了嘛。纵然竟然突然，看怎么就要杀他呢？想想。这是很难读的，那到那神杀他，神不是好像一时兴起不高兴了，神不是那样的神呐、啊，神是计划经纶的神呐、啊，那一定是有问题嘛，在这里。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那当然我们看《生命读经》，看这个指示的话，才明白这个是很难明白的。那事实上呢，是一个蒙召。要开始指示的人，他必须是一个被切割的人。说到底啊，就像主耶稣他的指示之前呢，他是要受尽的，他是要不凭我们自己去做这个事情的。但是真真实实经过切割的，受尽就是不凭我们的天然的能力啊，他并没有罪啊，但是他也不能够凭他的人的生命而去侍奉啊。他是凭着神而侍奉啊，他凭着人的生命把神他彰显出来，他不是凭着人的生命去侍奉啊，把人的生命放在一边。那他这一个呢，他这个表现在什么？表现在他的儿子，他那个小儿子至少呢还没有机会呢，看起来是这个受割礼。那这个割礼所预表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啊被了结嘛，那从他儿子这个事情上反映出来的呢，是指哈反映出这个摩西，因为这蒙呼召者是那个摩西嘛，是最后的结果呢，是摩西成为血狼。第25节是你真是我的血狼了，这个血狼呢，
这个血就是代表死嘛，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已经死了的。哎，那这样的一个人呢，是在复活里边，他是凭着神而开始他的指示。那他能够成为血狼这个事情呢，其实并不容易啊。那《生命读经》里你要看一看呢，李弟兄，其实他非常的是 read 哈、啊、between the lines。那你看 read 了很多，他想了很多。摩西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啊？是吧？摩西不是不知道要受割礼啊？难道他疏忽了吗？不可能吧？那肯定是有一些故事在那发生啊。但是最后这个过程呢，你看的是不愉快，也就是被切割的过程呢，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，但是呢，却是你绕不过去的。那最终呢是怎样啊？让撒旦还是没有了地位啊？那谁来切割呢？往往就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身边的事，所以需要这一个帮手啊，来切割的。就刚才说那个保罗，实际上那根刺就是啊，那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啊，要是一直往前的话，说这两面在侍奉上一直往前的，这两面是少不了的。一个是配搭，就是很不容易，但是呢，没有配搭就干脆就没有了这个侍奉。再一个呢，你不可能你在侍奉的路上啊，不可能没有这个切割。而且呢，这个切割是不愉快的，结果当然是愉快的，是必须的哈，是愉快的。但这个过程不见得是愉快的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呀，借着美名，借着恶名，来证见我们是神的指示。这个切割就是恶名啊，所做的时候那些话。就是误解，就是谣言，就是猜测，就是 rumor 这些东西呢，你不能够去解释啊，你一解释你还没被切割呀。像你弟兄的是一个女人与你同住，他也没去解释啊，就他妈妈他也不解释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被切割的一个血了，对，他是不舒服，但是呢，他是被切割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服侍啊，就是不要指望啊，好像我们服侍结果，人人看着，哎呀，我们不错呀，服侍的，那个恐怕已经是偏离了。对，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让人说我们服侍的不好，通通不在这个范围之内，是，哎，美名恶名一定都会有的。阿妹，那这样的。他说：“李弟兄讲啊，这个我说这一段只是很大的帮助，对，要不然这一段很难读的嘛，读不太懂的。那就说这两个男帮手、女帮手，也就是配搭和切割这两面都有了呢，这个护照才算是完成。所以从意向开始，最大的意向，神人调和的意向，到主观的这三面的经历，其实对付的是邪恶的。”三一，那到有了身体的建造，一个是配搭，一个是一直处在这个十字架的阴影下，这个切割，那这一个护照呢，就算是完成了。阿妹，正好9点，我先停一下啊，明白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想到的呀，都可以加进来。从大意象一路下来到现在这些点哈，你仔细看看，想一想，神所用的仆人，没有一个例外，都是这样的。从圣经中的啊，保罗、彼得、约翰呢，一路下来，
我们所知道的，都是这样。阿妹。神回答的顺序保与摩西问的顺序，你看它不吻合呀。摩西最后才说的说，那人家说你没有向我显现，神就把他第三个问题首先回答。你看，其实那个在神眼里看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对付撒旦呢。当然，对付撒旦呢，它是基于前面的大意象。对神有认识，才开始进到这一层面上。哎，一般的，你看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经历中啊，我们对撒旦的认识啊，对撒旦的对付啊，其实是不多的。多数都是对神呢，这一面上好像有认识，但是保罗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他的诡计啊，他是很清楚的。你看，你弟兄他的属灵人呐、啊，那你看看，那撒旦就是就像历历在目的，在他旁边，在他耳中，对，就跟神一样，跟他是 talk 的。现阶段 Ron Kangas，我不知道是在 Etoro 很难讲的，他讲他是讲的时候是很年轻，十几岁嘛。他说：“我也不怕，就好像就吓着你们。撒旦就 literally 对他来说，就站在他旁边了。那是神护照他的时候。就是我们呢，这些面上呢，就是都是需要对神认识深了，开始对这一面呢，就越来越显出来，就是开始对撒旦有更多的认识。那对己呢，有更多的认识。当然，世界呢，也是一样。对，所以我们能够丢下我们手中的杖，开始看见隐藏的东西，隐藏的这个蛇，其实是很重要的。在我们生活中，主爱我们。那像我一点点的经历，那就是有时候你自己是主动丢不下，有时候是被动的丢下。但是不管怎样，丢在地上了，隐藏的东西就显明出来了。我们就开始又往前，对他的认识，我们也更能拿得起来了。这个账就成为神的账阿妹，感谢主，嘿妹，这一章不轻松哈，主，因为是摸着我们这个人了，是主观的经历啊，阿妹，看异象都是看得很舒服。但是这个是主观的，哎妹，你们有交通的吗？加进来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祷告一下，祷告一下结束啊。Amen。